来到新北市前门区的青山水墙，是真侪女人拼死的好所在。伫山脚有一处新厝，是外桃源的所在。唔呐，餐点好食，环境阁真清幽，是女人会当好好休息、欣赏风景的好所在。热天的时阵来到石门区的青山水墙是真爽快，阁消暑。除了有一挂卖菜摊位想要找食，可能阁爱行一段路。好佳在伫山脚猪草摊的路上，有头家阁有头家娘阁因个查某囝所打造的小天地青山小站，内底有花草、小动物，阁有真侪水流茶的创作。若是拄好拄着头家，头家阁会认真来介绍伊的作品。对哦，我这边那个整个环境是怎样？大部分都是完全是废物利用，你知道吗？连这个桌子，这人家也是要丢掉的。这么漂亮哎！对，而且那个这个地板原来是别的人那个，就是，等于说别人那个就是也换新不要的，拆下来的。问我说我要不要？你看我捡回来，我自己就把它弄成这个样子。从小结果一种开瓶那种概念，去组合，这样才可以有办法把它弄出。一个屏风出来。青山小站是建立个非常清幽，后来这爬山户外运动民众加天嘛，有一个所在会当饮茶、食物件，甚至个有点心。头家好手艺，唔那解有着户外运动的女人，也培养出一顶爱食头家手艺的老顾客。家里时阵个限定的手做点心，是头家查某囝家己研发的，是专属伫青山小站的特色滋味。回到家乡工作的话，其实基本上。刚开始我是想要陪伴，就是爸妈，一起，因为我太早去外面工作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如果可以多跟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也不错，对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，如果回来这边的话，因为这边是自己的家，然后家就是可以跟就是工作结合，生活结合，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来这的人一定会留下印象，头家真介水流菜创作，嘛真介花草。头家查某囝伫工作当中，嘛感受着每一个瞬间，佮有拄着无同款的人，佮因的故事。青山小站希望互即份享受伫生活当中工作的慢步调，传互来访的女人，互女人来访的时阵，会能好好休困，好好欣赏风景，好好享受。记者廖品涵，石门报道。